呢，他的特色特别鲜明，就是他的情感特别的充沛，同时也能够深深的把观众打动，所以他的声音有磁性，有感染力，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完整。谢谢老师。他就有一种弹性，但还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，就像那种爆发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感染人，很有特点，很有自己的特点，唱得挺好的。哎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远方的朋友一路辛苦，请你喝一杯下马酒，洗去一路风尘，来看看美丽的草原。远方的朋友，尊贵的客人，写上洁白的哈达，写上一片草原的深情，请你喝一杯下马天的美酒。远方的朋友，尊贵的客人，写上洁白的哈达，写上一片草原的深情，请你喝一杯下上。